多謝尖管雜誌俾呢個獎我。咁我覺得一個傑出嘅領袖咧，最緊要咧就係帶領團隊啦。咁啊，尤其是而家響經濟差嘅時候咧，一個傑出嘅領袖咧，佢會響逆境嗰度帶領咧，帶領團隊衝出個屏幕咧，係好重要嘅。點樣喺逆境裏邊生存，或者響有即係危機嗰陣時去點樣去應變咧？有危必有機嘛！你能夠喺危機裏邊創造一片新天地咧，呢個就係一個傑出領袖嘅應有嘅元素啦。咁啊，一個傑出嘅領袖亦都係一個團隊裏邊嘅靈魂人物啦。咁點樣去做一個靈魂人物咧？首先咧，你要識得培訓咗你個團隊係。精英，除了你找精英里面最重要是精英里面的精英，你能够培训到精英里面的精英，那你的团队的业绩呢就会一直一直上，也都是你不可以停下来觉得我自己有个角色，人家说你们说老板和领袖，那我又是老板又领袖，你永远我就忘记了我自己是老板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我又是做那个，所以基本上我永远就是以身作则去带领我的团队，遇到有咩困難，或者甚至無遇到有啲咩嘅解決唔到嘅問題咧，我哋都會幫佢迎刃而解啦。亦都而家今日嘅雖然我哋係做美容界，咁我希望將我哋個團隊，雖然我哋嘅知識水平可能有限，我希望將美容咧嘅事業咧能夠去到為呢個社會回獻嘅。咁所以我今年亦都創造咗18區我哋嘅美容美麗嘅行業嘅義工隊，咁希望喺社會度幫助社會香港能夠創造一個好嘅香港嘅正能量。咁亦都希望未來我自己嘅。希望將來就幫助更多人成為一個傑出的領袖，就是我的夢想和希冀了。希望將來明天會更好，香港。